存活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一个解脱，离一个保活的地方。这是高压电。这也高压电，这个线是个高压线，那是一个回线，一个零线，哪个地方有一个线，哪个地方也离火。这个地方。这个你们已经保护了。对啊，你得说这个还有多少距离？这个以后要抄近啊，抄近离这个土啊有这么五六毫米了。五六毫米啊。你说这个地方不跟那个地方接触吗？不能叫它接触，毕竟山海坑。山海那么大。你这个地方不是接触的。哪呀？你说这个地方不连着。不能叫它贴住了。不能让它贴住，得山海进去了。哦，山海五六毫米。啊。这地方。这个地方我看有个老屋啊，这个地方有个老屋不是家的，不家的，没有老人。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当时那个线应该是也接上了，这个地方让他把那个底线，把那个线拆下来，就这个，这一根底线，把接地这个拆下来，拆来用胶布缠起来，过去的。这个地下不能往那下去，它那个号码是一样的吧？号码一样的，是的，是接的，是的，是接。这个号码是接，这个啊，这没有号码，这不一个地下符号。把这个拆了过住，这个不能用。当时这个可能没接地下，把这个好接上地下。这个脚底下，连到这个甲板里。当时这根应该是忘了接，这根底下没接，这根接上了，把这个拆了，把这个接。这个黄的是吧？啊，这黄的。黄的上面那个。啊，皮脊，号是皮脊。皮脊。嗯。哦，皮脊。啊，皮脊将线。皮脊啊。嗯，皮脊将线连到甲板上。怎么连甲？这将个线。好在夹子连成第一次了，就绑在上面啊，被好在夹子个螺丝上，好在出去夹子个往外头去接地，接到夹子上，接到底下，这是一个底下，这接地，这个把这个拆了，这个不接地，这个黑的啊，这你们下都按照你们下，这个当时有这个有接上了，一样的，它地方有个底线符号，把这个符号。这个有符号的车，把这个叫。